我的卡拉丁和异化师和小鱼人都很猛。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小鱼人吧。我小鱼人可以啊，我来吧，那我来吧，先把这个设置改一下。算了，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没有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。来，你打，你打，来，走，哎，你打，改一下设置，看键位对不对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多个人呢？妈的！啊，我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没事，拿出你当跟吃骨头鱼野怪的那个状态。怎么吃骨头鱼野怪的就怎么打。一个亿能杀四个吗？要全 A 一下是吧？对，那你应该打死了。你咋了？我踩空了。我烧起来一个那个。我跟你说，第一次来再厉害的人都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打得很仓促，你知道吧？剑术都没有让你熟悉。他不死就没道理了。死了。好决心哎！这厉害也打不过我。哇，哎呦，叫人了，没事，哎，没事。我跟你说，像我们这种高手，我知道的，都喜欢只打逆风。嗯，啊，我明白的，鱼桑。大鲨鱼正在接近他的猎物。应该死了，克，马上克到了，应该死了，好，没有，死了。已经完全没了，哇操！哎，谁啊？四杀的变成四杀，哇！哎，五杀，哎，没了。叫爸爸，我是看不到他人呀。走了吗？还说吗？哎，可以上，有，没复我就有。哇！哎呦，这里是 M A N G O Mad Dog， 这个来自峡谷之巅 ，A K A 愚人之神，血液里流淌的愚人之魂，欢迎兄弟们加入我的。愚人之城，可以，我操，可以，有点可以。